这次，难道真的要说再见了吗？待定心伤，刘青灵。我就像跳一跳里边每一跳都悬落在方块边缘的那个小人一样。我努力让自己留下来，结识了这么多的伙伴。 无论是舞台上还是生活中，我都收获了太多。我还想和大家一起往前走。我们可能要被取消接下来的考核资格。Kido， 上班迟到了 ，Kido， 起来 ，Kido。 起来！各位新同事，上班了！报告！！看来三亚之行大家度假的不错呀！哎呀！到现在都不能穿没领子的衣服，但是我觉得三亚之行真的也给我们改变了很多。嗯，对，马四少肯定要表扬一下吧。好，从我们的马大帅变成了马小帅，马黑帅，不是马队长，一下变成了马队长了，绿蛋儿。哎呀。 好，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新一周的考核了。本周我们考核的任务是幕后实习。幕后，你们将作为实习导演，去到你们和我最熟悉的地方——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我们是。 快乐大本营的制片人刘伟和我们的导演马梦欣，有请二位。我其实很紧张啊，就是不用紧张，不要紧张。哎呀，难得看见伟哥紧张啊。 因为开始海涛说做导演不容易，但是我站在这里我就发现那个，做主持人真的是更不容易，是实话，真的。还有台本，还有台本。我们每次对台本的时候，包括你们每次对台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精选出来最精华的东西给到我们了，但实际上他们整个的这个运算过程非常非常的精细。 因为如果做一个主持人的话，并不是说要你们做全能，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话，知道一部分的导演工作，了解一些导演的流程，可能方便以后你们在面对不同节目的时候更能明白导演的这个设计意图，啊，这样子你在舞台上面展现的会更好。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大家要知道何老师在台上不是一个何老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何老师，但是是两个何老师。 一个是主持节目的何老师，一个是在台下做导演的何老师。其实我们也要做到这一点。咱们这一次就是，希望给了大家的一个任务，设计下一站是我下一期的那个节目方案。 我来说一下这个方案的要求。第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们快大饼每次做节目的环节呢，一定要跟来的嘉宾要息息相关，完全贴合，为他量身定做。所以，首先呢，我要公布两位会在这一期跟我们新人互动的嘉宾，他们分别是黄晓明、奚梦瑶。
第二点呢，我来公布一下我们的方案的征集时间，13号中午12点前，大家把自己的那个创新方案发到我们的指定邮箱里面。14号的下午6点前，大家要交上来最终的创新方案。17号的晚上7点，举行这个标记化的创新方案的宣讲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清这个时间点，如果没有在这个规定的时间点把方案交上来的话，我们就一概拒收，大家就错失这次竞选的机会了。那接下来我直接来宣布大家的分组情况。我们刚刚说一个专业的主持人要参与幕后的制作，这点很重要。这里呢，我要说一个幕后的一个你们要向海涛学习的地方。曾经海涛跟迪丽热巴的那个秀，它只是一段舞蹈，但是那段舞蹈是那期节目的峰值。因为海涛非常清楚自己在舞台上跳什么样的舞蹈会更让观众觉得有看点，更容易发挥他的优势，他会跟我来探讨那个动作要怎么修改。海涛会精确到他觉得59秒到1分02秒的那个动作他觉得不够炫，他会对到这么细。就是我觉得这些是你们之后要学习的，可能你们在镜头上看到的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1分多钟的秀，但是其实背后是经过很多的修改以及完善才会有那么好的一个效果的。其实像我们在认真做一件事情和散发魅力的时候，观众就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们对你们的未来其实都是值得期待。最后我们感谢两位老师，谢谢伟哥。我可以回忆我童年的时光，而且对小明哥来说，昨天的他是儿童，但今天他已经是父亲了。然后这是小海绵的节日，多暖心啊！就这个意思。反正我觉得我们那个环节主要就以游戏为主，可能就是这种童年甜甜的回忆。觉得最好的就是那个放大版的翻花绳，因为快本从来没玩过。对，因为翻花绳有好多种花，但是这个可能男生玩起来就更好笑，就把男生 Q 上来。还让我想到一个好笑的，就有一个男的，他穿一个小蜜蜂的衣服，但他衣服是那种超强，你知道有那种粘性吗？然后跳跳跳，一跳，然后那个人就会啪就粘到墙掉下来了。我想把它跟另一个游戏配合在一块儿，就是粘上去之后，他们其实手是可以动的，只不过衣服粘上去了嘛，就扔沙包啊。你别动，我来给加了球。快进来！小精灵果儿组合，走，快乐的赢，下一张是我，智慧燃起来，超以发射，超以发射，超以发射。我觉得我希望我们作为那种嘎啦那种 after party 那种感觉。我很少在快板上见过的可能就是剪影打光然后白布，是不是就是在那上呈现的要非常的精彩，让人觉得我们这个就非常厉害。4D 演讲有什么四个人的那种江南四大才子，噔噔噔噔噔噔噔。比如说 F 四，我们长得也不是很矮，有的人颜值不够。比如说，对不起，《西游记》妙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妙啊！那头发是怎么唐僧的？怎么？去戴个光头套呗，把自己眉毛烧掉。哎，能不能把我们的照片放上去，那样更形象。我们先暂定《西游记》，比如说杨过骑雕，这个东西变得有趣。西瓜皮，疯狂吃西瓜去攒瓜皮。明明秀开茶，奚梦瑶那边是直接换成纤夫的爱出来。眼睛，赵飞姐的牙都吹灭了，你走，超模哪有这样走的？
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出来，就是我的一个执念。这次就你希望让大家看到明星怎么选出来的这两个人，对，你想让他怎么选？19个人分为三组 ，OK， 带来一段什么样的表演，或者是一段什么样的自我推荐？但有可能会有点长，很长吧。说的残酷一点，我觉得一期节目最多在台上能呈现的新人也就是只有四个，那其他的人就是背景。哎，其实我觉得好不容易有一次我们自己设计，为什么不让大家都展现机会呢？我们觉得是四个人出来，你可以觉得是19个人出来啊。作为一个导演来看，你不可能说你这期节目又要你所有的嘉宾都能凸显个性，又让这个时间能够保证。但你一开始你就定了，我觉得这期节目我就只能出来四个人。你怎么让他们出来？干嘛？玩游戏啊，当然不可，我没有说19个人一起玩游戏，我可以，冷静。我没有那么快，我说完就给你一个形式。拿方案行吗？我希望的是每个人都能有至少一句话的展示。拼命拼命啊！拼命啊！你试一下，我跟马自超各代表10来个人，好吧？什么？我这边上来给你唱一段歌，他这边上来给你跳一段舞，另外一段再来，然后你干嘛？你3分钟之内你干嘛？作为嘉宾，核心给谁？我只是暂时想的是有这么一个框架，里面的东西我没有想得太清楚。好，你的核心在于希望我们19个人有一次主动选择的机会，并且在这个节目中有充分的展现， 对吗？我希望我就是全人。你让我怎么展现？至少是每个人有参与感。有参与感有什么意义？说真的，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到现在就像牛子萌，他真的没有上去玩过游戏，基本上。我这么跟你讲，如果让我上去玩，我宁愿不上去。是因为你上去过，因为我们上去过，但是有的人没有上去过，你知道吗？你觉得我们唱歌能精彩到哪儿去？那你要这么说，你唱歌再好能好到哪儿去？我不指望说你一期节目的观众能期待你李若儿。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就不要上这舞台了，没有人愿意看我们，我们干什么都没有人愿意看。观众想看是你上去过？怎么有？你是导演。那我们真的怎么上个台的？坐着聊吗？可以。他是想让每个人都上，就是每个人都露面，就是想让每个人都好，每个人都展示到每个人的特点。但我觉得这个有点，确实有点难。你导演是要给节目效果负责，又不是说我是做完了之后让大家嘉宾都喜欢我，我是要让观众喜欢嘉宾，同时观众喜欢节目。我们又不是不见了，什么情况？我的天，真的是够了。我就是觉得能尽量让大家都上就上。我也希望让大家都上就上，但是我们之前也尝试过了，大家都上。这期观众连知道都不知道，你记得吗？跳舞那期，我也有过你这种想法，但我看到了那次的结果，一帧都不剩，剪完了之后，你有想法 ，OK， 你给我一个，你是导演，我就是可能有点傻，我都 get 不到他们的点，就是后来回想了2-3秒钟，是因为这个事情生气了，两个人。不行，我怎么了？做导演又不是慈悲为怀，那我也希望19个人都上。行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能理解，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气头上，所以我就希望我去缓解一下大家气味，我们再一起好好聊。哎呀，真是丢人！我露儿姐第一次哭啊，脸花了吗？我看到，没事，你不要这么坚强。我给你跳一女团的舞，最近可以啊。露儿姐 ，Baby you want picking up。哎呦，累死我了。你的想法是好的，你的心是好的，这我知道。他也知道，他嘴上这么说的，其实他也知道。冷血，我说是有一些真的。
他是想让每个人都上去，就是每个人都露面。他想归想，能这么做吗？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就已经想好了，就已经要踢出很多人。他不是要踢出很多人，他是为了节目效果考虑。你有的人就不适合动线性的东西，你像我，我根本就没法上去跟你们玩什么表演性的东西，我宁愿不去。就你想，就是有人，如果他我们这一期做的东西他不适合他，最后为了节目效果考虑，还是他没有出来，那你说他不也更难受吗？我真觉得在快本这个台子上，就是机会不只是给有准备的人，是真正适合的人。对，你现在想，我们不是要想我们展示什么，我们要想的可能更多的是节目效果。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可能确实我们这段时间可能确实不够。你说要不我们回去再你看他的想法。再一起聊聊吧，快走回去吧，我们好吗？跟他聊一下，快。哎呀，走了走了。就为什么是你来找我，不是他来找我？他有没有一点绅士风度？他没有绅士风度，我们大度，对不对？我们大度，走，昂首挺胸。真的，我们真的是三个性别。哎呀，林女士啊，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刚刚我为什么要找你？你还想再把这个事儿弄大？为什么不找我？不是，我不行了，不能再来一遍了，我要吓死了！我错了，可以不啦？那如果是我过去给你跳，拼命拼命啊，拼命拼命啊！上一期的新人王自动加入到嘉宾队四四分组，你只是让他去拍照的话，就是他没有那种紧迫感。我七个多了，快乐家族不一定所有人都要上。死机了，真的死机了，救命啊救命啊！但时间快来不及了，再查一遍给我们吧。好了，发过去了，走你。无法发送到。哎呦，我没有收到你们的邮件，我就认定你们是自己放弃了这次机会。有时候我们的人生轨道会与别人的交错，只是不自知罢了。无论是意外还是注定，我们都无力改变。临近最后提交方案的时间节点，队友们都在做最后的准备。就在这时，怎么办？死机了，这要是没了我就哭了啊！浩飞的电脑突然死机，他大声呼救：“救命啊！救命啊！”哎，侯鹏岩去帮他处理。粘贴啥？粘贴啥呀你？刷新啊！此时的松松正在做方案结尾。最后，怎么人走了？他略显着急。旁边的弟弟，由于彻夜准备方案，正在走神。而我随后也离开座位去关注浩飞的情况。此时，我们组仅剩下松松一人在关注即将发送的方案邮件。时间太紧张。邮件就这样匆匆地发出去了。如果前面发生的事情有一点点不一样，如果我当时没有走开，如果弟弟没有走神，如果那台电脑从一开始就没有坏，没事吓死我了。如果我们四个人一起盯着邮件发送，那么我和我的队员也许就不会陷入接下来的困境。他说被退回，为什么？被退回，我这是什么？给我看一眼。都是那天你们念着发的呀，没有错呀。哎呦，邮箱填错了？没有吧？H E Y，H E Y。
按之前的，就是过了时间就是没有机会。如果没有在这个规定的时间点把方案交上来的话，我们就一概拒收。我们给马二姐打一个电话吧。喂，马儿姐，我们要认个错，就是我们刚刚才发现我们的邮箱填错了，所以可能你们没有收到我们的这个方案。是我发布任务的时候说得很明确，如果超过了截止的投稿时间的话，一概拒收。我没有收到你们的邮件，我就认定你们是自己放弃了这次机会。我们是真的非常重视，所以我们给您打这个电话也是想道个歉，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个就是补救的机会？现在的规定是规定，我暂时给你们答复，就是你们现在在我的眼里就是已经失去了这次继续比赛的机会了。好，你们自己好好反省吧。马二姐再见。好，打扰了马二姐。谢谢马二姐。因为一个 I 和 Y 的区别，导致我们整个方案没有成功的发送出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持续是脑子一片空白的状态吧，力气的粗糙。他们邮件是没发出去吗？嗯，写错邮箱号了。感觉大家这两天的努力，因为我的失误，全部都没有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小，小到我们只是错了一个字母，邮箱填错了 ，H E Y。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次继续比赛的机会了。错误大到我们四个人都要去找我们的责任，虽然很可惜，也很不应该，但是也不能再去纠结于这件事情。办法总是有的，没事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不要自责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想办法吧。我们既然没有宣讲机会了，我们能跟他商量一下，我们能加入其他组帮他们出主意吗？把我们方案的一些亮点给其他组。妙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妙啊！肚子疼，一二三，接着就走。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机会。坚持住！男人的肩膀是扛上来的。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要有责任心，要有担当，做什么事都要尽全力，做什么事都要尽全力。来走！我们先不考虑把这个东西给谁，因为这个是我们做的，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机会争取回来。如果说我们把这些东西给别人，我们加入到别人组的话，那意义就变了。明天六点之前是要交最终的 PPT 方案的，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是这个方案，我们两条腿一起往前走，我们先把方案改出来，同时我们再去争取。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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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吐气的方式加油。既然这个问题已经出了，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问题去解决，去弥补。来，三二一，加油加油，斗志昂扬，加油加油。
一次错误造成的后果将是整队弃权。刘成林的小组被逼入了绝境，不甘放弃的刘成林向我求助，只能过来求求你。虽然对他们的失误深感痛心，没有人听这个解释呀。我还是鼓励他们继续改进方案。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你们真的有一个厉害的方案，哪怕我们要走廊里，我们也要把这东西展示出来。甚至还帮他们借来了宣讲服装。但不巧的是，小组内专门负责演示文稿制作的任印松临时接到学校通知，要飞回北京参加一场重要考试。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和你这样。第二天下午6点将是方案最终版演示文稿的交稿期限。你走了啊，拜拜拜拜师姐。刘成林小组这次跨越北京长沙两地的远程方案制作会有风险吗？听得见吗？另外两个小组也在加紧备战，马四超组的西瓜实验齐聚横生，女生们的游戏测试则选择了从娃娃抓起。体育队长来了，哇，好棒，哇！接下来，他们决定分头前往湖南卫视的各大业务部门。看到这个5个大字，初步尝试方案推荐。上面写的是我们的主题，他们有个方案，就是想来跟我们。这趟取经之旅能为他们注入强心剂吗？乱入了一下啊，各位。因为他们也是临时过来的。总是客气嘛，不要这么紧张。就是 diss 的时候可以稍微轻一点，就是我们也知道大概是什么。求轻喷。主打的风格呢，就是跟以前以往完全不一样。预定会上，我们手绘的方式更加的生动有趣。不仅能歌善舞，哎呀。越说越没底气了。这次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不仅能歌善舞，还会有一种全新的，不是歌舞的形式，是通过语言的形式。我们希望就是把我们的嘴巴，主持人就是靠嘴嘛，醉话太多，你说到点就行了，你不要反反复复的说。你不要求我这么多吗？毕竟我们也是第一次做。借口。第一次做的人有比你们做的好的，你为什么不向向人家看齐呢？你们就是画出了山水画，画出了油画，画出了梵高的水准，都没有用，没有营养，没意思，不好玩，有点干。啊，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怎么？我觉得方案还要再调整，搜集更多嘉宾的资料。黄晓明上次来的时候呢，他跟 baby 的恋情是大家最关注的点。晓明，我杨颖在此发誓。我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亲密爱人，所以当时做的是实力宠妻，然后就这样子把手牵在一起了。他再上一次来呢，是旋风孝子来的时候，做的是他非常的孝顺，跟妈妈的点。林哥，哎呀，真好。那他这一次来呢，就是又一个新身份，因为他当爸爸以后还没有在快本亮过相，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多做一些他做爸爸以后的点？你在宣讲你的方案的时候，首先你要定全新的形式来体现我们自己。你们听过电梯提案吗？啊，听过。给你30秒的时间向你的老板讲一个方案，有兴趣了，电梯开门了以后，哎，你把你的方案拿给我看，你30秒之内如何让他对你这个方案产生兴趣。哎呀，可以。你们加油加油。是老师加油吧。在湖南广电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不论你是什么身份，都有机会见到湖南卫视各个岗位的大咖。哪怕只是一位刚刚入职的新生主持。快乐大本营，对，在快乐大本营上从来没有玩过游戏。快乐豆，姐姐，没有没有没有。快乐豆的主持人，哦，姐姐你好，姐妹你好。是我研发中心的吗？哎呀，这么可怕吗？说这是什么？就是
就是记者吃饭这样的家伙。对，黑好样的。然后我是那个美拍冠名的人。哎，吉吉哥，你是？我们是保安部的。我是啊。你是道具老师，是这样，做后期的，宣传导演，安保工作。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叫做瓜皮上的秘密，我们会进行三轮的 PK， 就有一个惩罚，输掉那一队的明星抽出一张独家的私房照片。这个游戏是在快乐美上从来没有玩过的，刚刚好。嗯，我觉得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算了吧，我不感兴趣，太枯燥了。瓜皮上还有什么秘密啊？瓜皮上不就是挂瓤吗？你觉得是你吵还是这个鸡吵？我不吵了。我觉得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算了吧，不感兴趣。太早了。答应答应。请赐予我灵感。哎，你好，你干嘛？没事，所以你要去哪里？我一会儿有个直播。我是快大明的实习导演呀。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提前小小建议啊。哎呀，冷静姐姐，你还有什么建议对我这个？我就是一定要有节奏。你还会有其他的一种表现方式吗？其他的表现方式？嗯。就比如说肢体语言，或者是来段 rap。年少的我总是想要保持那份倔强，插上梦想翅膀，在那天空自由翱翔。梦外梦的梦，愿你寻他踪。这你哪跟你说呀？今晚就不错呀！我这一周末呀，冠军飞你哥呀！怎么样？是的，怎么非常好，非常好。那个我得去赶直播了。这个我觉得，下次再见，再见。可以的，你可以。是的。我给你提提建议，有方案的名字可以叫瓜地兜拉。哇塞，这个可以，体育范儿对不对？还有什么？你就穿这一身去提案吗？我想好，我会穿一身很帅的帅气的西装，然后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对，您说这个我采纳，您这个好，我记一下。好的。明白，给你8.5分吧。哦，谢谢，鼓励鼓励你了，谢谢姐姐，我会努力的，谢谢姐姐，谢谢。这，任何一次创新和进步，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坚韧。在湖南广电工作十多年，我见证过太多次绝境中的拼搏。没事儿不惹事儿，事儿来了也不要怕事儿。吃得苦，霸得蛮的电视人的精神，是一直让我深受激励，也更想传递给这些主持新兵的重要财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南电视台的老台，跟我们现在的那个大楼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是湖南电视台的信号发射塔。嗯。但这里呢，就是我们湖南广播电视台第一次我们办公。我们做的第一档节目，我们第一次不同的想法都是在这里。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缘起在哪里，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我们作为湖南台的一员，那我们不只代表的是我们湖南广播电视台的新生力量，那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湖南广播电视台它最内心和勿忘初心的那个初心在哪里。主持新生班前来报道。有太多人会像你们一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可能会忘了卸妆，可能会忘了吃饭，可能会调整好的东西再次改变。但是这就是广电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历代传下来的我们的工作习性。这个就是我们湖南广电的历史墙了，就是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发射塔。哎，97年我才出生哎，哎呦我还没出生，还没出生呢，快本那一年啊，97年。老天姐机房，这算是我们以前最老的主持人休息室了。8年前的时候有一次来这儿做一场直播，也是在这边。你有没有现在都闻到一股那种老旧的木头的味道？对，就老剧场那种感觉的味道。哇！欢迎大家来到快乐大本营。在1997年的7月11号，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录制就是在这里。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快乐大本营，我觉得快乐大本营的这个名字很特别，很快速的就把大家聚拢到一块了。快乐家族其实就是一个快乐的传递的使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欢乐用我们的方式分享出来，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我第一次站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的时候，我也是有畏惧，有尊敬，也会有不确定和害怕在里面。但是慢慢我熟悉了这个舞台，我熟悉了喜欢我的观众之后，我觉得我两个脚踩在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根基就是跟我们的湖南广电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就是带给大家快乐的使者。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大本营15周年庆典。大本营，天天好心情。快乐大本营就是我们童年，周六晚上就可像过年一样，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然后嗑瓜子，然后就不会说太多话。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童年，也不仅仅是梦想，就又是我一个家庭。然后还有我每次觉得难过、坚持不住，就是觉得孤独的时候，带给我的一种陪伴。在20年的快乐大本营陪你走过之后，我们期望还会有更多陪伴您的快乐的时间。下一站是我。我之前把自己形容成乌龟，因为我不敢说话，总是往后去缩着，然后我害怕自己说话让别人不喜欢。但是经历过在快文舞台上历练，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成长就是我不仅敢说话，而且我想为自己争取更多可以说话的机会。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拿着话筒，能够有人愿意听我说话，是快本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之前觉得我手上的话筒就像是战士手上的那杆枪，我不能放下来。但是我现在想把我手上的这个话筒变成我自己的魔法棒，我希望把自己的成长，把自己的蜕变，把自己的快乐带给所有人。所以我就希望以后的每一天，我都可以更努力地把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传递给每一个人。我是海涛，我是雨薇，我是金玲，我是林浩森，我们会加油的。方案交稿截止在即，经历了初战碰壁、方案被否的种种打击，废话太多，菜鸟导演们还能迎难而上制造惊喜吗？啊，尤其是刘成林的小组，我没有收到你们的邮件，他们还在努力争取参与这场方案竞争的最后机会。我们6点之前上交，任何闪失整个都要改掉，都可能让他们在这轮竞争中彻底出局。打电话，甚至因此拉低全组人的月度评分，成为下一个末位离场者。
视频。程琳，小松，你们那边方案有修改吗？有一些细节有做一些调整和改动。行行行，就是我不是刚好回学校嘛，我就想就是拍一些学校的场景啊，什么比如说教室啊、食堂什么的，然后就会更加有那些感觉一些嘛。啊，好啊好，保持联系呗，我就先上课了。行，你快上课吧。我们是以3趴为一组，每组有6个人，我们只有8分钟。我们就开始介绍我们的游戏环节，设计非常新颖，怎么新颖就看内容。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和你这样过下去了，我要离婚。王八蛋，王八蛋，我就是王八蛋。要保证在这8分钟之内把我们的方案内容给表述出来，我们还有互动。对啊，我觉得还挺辛苦，家在里面。清楚，颜色好棒哎！松松，听得见吗？卡，特别特别卡是吧？能听清吗？哦，我这能了。你们有什么就是说要改的地方，你们告诉我，我现在抓紧时间看你，按你们的要求来改。演技和表情管理的考核是对调了，3轮游戏的规则是我们重新编辑了文字。好的好的，那你再发给我一遍好吧？是这个吗？对。行，我现在按照这个来改。之前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修改过的，你要把它们全部改掉。我马上来改。时间有限，反正我们随时做调整和修改。行，那我抓紧时间来，时间也不多了，我先抓紧时间来弄。走了走了，我们去吃饭了。我这个还没有做完，因为我今天我6点要把这个交回去。神圣一件。部长部长，高效高速。怎么发送？怎么发送？邮箱 ，IOUNG。对啊。之前填错邮箱，让我们失去演讲资格，取消方案宣讲资格。哦。即便如此，我们4个人依然坚持，从未放弃。只要把这个机会争取回来。万万没想到，在最终方案提交前3分钟，松松，你看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你就先把它给发送。打电话呀！你真是不着。我们与松松失去联系。接了。哎呀。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我们6点之前一定要上交。好，好的，好的，好的。难道历史真的要重演吗？哎，有该有的内容你们都有了。导出道，我们就导出道，改一个新的合适。喂，发了啊。发送吧。发送，发送。啊、哦！终于发过去了，我的天！PPT 总算有惊无险地发出去了。可是，我们真的能站上最后的宣讲台吗？看一下，帮我拿下电脑吧。是那个唐僧。因为我之前不小心发错了邮件，导致我们的宣讲资格都没了。我心里有点内疚，所以特地给他们准备了礼物。今天新生们将迎来下一站是我的节目方案的最终宣讲，我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指导和帮助他们，还是有不清晰的感觉。我呀，即使是希望渺茫的刘成林的小组，我仍然鼓励他们做最后的奋力一搏，加油！
哎呀，松来了。哎，回来了。我这次回去给你们准备了礼物。什么礼物？还有礼物哦。而且我找一个我们画画的一个同学画的。我的天哪，这是肥胖版的我是吗？是哦，好可爱，好好看，师徒四人又凑一块了。哎，这唐僧乍一看像美少女。哎，有点像是不是？什么礼物？谢谢松松。没关系，主要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太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就好好排练。给给徒儿们喊出我们的队名。是黄豆队。是黄豆队。吓死我了，我们是最棒的，不要受他们的干扰。我们带着位置来一遍吧。肚子疼，棒棒棒！你们排齐了，你们每次都不齐。妖怪，你永远比他们两个慢半拍。你用。你们再来一遍，任一松，你总跟不上他俩，都走几遍。打妖怪，一二三三，接着就走。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如果说你做不对的话，我俩肯定会一直陪着你做。稍微融入一下他们两个，好不好？休息一会儿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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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表演一下，侯不言，就差给你披个小裙子。然后我这边去。侯不言，不行，你这样子，哎呀，完了，有心理阴影了，怎么办？你真的又好笑又让人觉得很悲伤。对对，好，这个还好，这个可以的。小心小心，别打到自己。哦、啊，我好想，快看一下。哦，回去。我们方案也交了，是时候来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了。讲述者。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上台那个人的第一个感觉，我觉得你要颠覆。哎呦 ，What's up？ No， No， 大牡丹一次。就是用我们话讲就是正常，站好鞠躬，站定。我站不住，站不住。我觉得你不要用哈喽打架。我现在好一些，但就是 ，Oh no。我没有，我就是在试探。站定讲话，站定，先鞠躬。哎呀，好难啊！可以的，你可以的。感觉马思超像一个就是没有长骨头的人，然后就是针对这一点，我给他有进行魔鬼训练。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我要拿手机来给你计时。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如果你还不行，那你先靠墙站。靠墙站。贴住，贴住，只夹在腿中间，夹住。哦。虽然身体很紧绷。但是要以放松的状态说出来，我是马思超。大家好，我是马思超。走的时候你也要自信，带着你一起走一下，感受一下这种。不对啊，不是，收，我们要正经啊，正经啊。大家好，我是马思超。你看你就没我有气势啊。大家好，我是马思超。这边我们一起走一遍。好。
大家好，我是马思超，让我感受到你全部的力量。大家好，我是马思超。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最后你看，记住最后一遍的感觉啊。嗯哼嗯哼嗯哼。大家好，我是马思超，有救命！就是这感觉。你们这次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了秀，我们这次为《快乐大本营》设置了全新的小游戏，我有点害怕。真假小明秀，真唱假跳。It's my home， 绿绿汤 ，It's my home。那些年的快乐大高考印记，特派替娃娃机向大家公开。我还想和大家一起往前走，难道真的要说再见了吗？嘿、hey, 好样的官方合作伙伴自然堂水光面膜，人在都市，肌肤住在喜马拉雅美拍视频社区。嘿、hey, 好样的，待会儿见。美拍视频社区，嘿、hey, 好样的，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在美拍每天都有新收获的美拍视频社区冠名播出，感谢自然堂水光面膜，人在都市，肌肤住在喜马拉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记得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或关注你喜欢的主持新生，参加好样人气新主持活动，助力你喜欢的他成为主持新人王吧。还可以登录芒果 TV 和美拍 APP 来给我们加油投票哦。猴子，你们的方案做完了吗？没呢，我们这不还在加班吗？做方案真的太累了啊！世界杯都要开始了，根本没时间看。看不了球赛，我们还有自然堂球迷定制版的水光面膜呀，可以支持你喜欢的球队。那我们一起敷上面膜。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哎呀，方案搞了这么久，换个脑子呗。可以啊。我今天在美拍上录了一个绕口令，然后美拍上好多人都来挑战我的绕口令。哎，我那绕口令这么厉害，不如我先来录一个。好啊。钓到低刀打特刀，特刀太刁头短刀挡，推顶打短刀吊，踏刀得刀倒打倒。我也可以。山前有44只石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前的44只石狮子咬死了山后的44棵紫色柿子树，山后的44棵紫色柿子树射死了山前的44只石狮子。哇塞，你们俩也太厉害了！哎，我现在就上美拍上给你们俩点赞。虽然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不想放过任何一次上台的机会。我希望站在台上把它呈现出来给大家。孩子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各位老师久等了。老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下一站是我标计划分享会的现场，我是海涛。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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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可以小点声了啊。今天呢，我们的评委老师就是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四代制片人，湖南卫视频道副总监宋典老师，节目研发中心主任罗欣老师，节目制作中心副主任龙梅姐，还有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制片人我们的刘伟哥。而且在这里啊，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快乐大本营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就是点歌给起的。宣讲的请准备。哎呦，我说刘伟哥，你们只有六个导演组。哎，每天加班，只为了一个爆款。快乐大本营。所以现在一个新的导演组即将加入。来啊，大声喊出第七导演组。第七导演组。厉害。真假小明秀，大家知道我们的两位嘉宾黄晓明老师和西蒙老师都叫做小明。
在第一部分中呢，我们会请出新生班三位唱歌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完成一首歌曲的演唱，小明老师呢要完成假唱的表演。星星的湖水 is my home， 绿绿草原 is my home， so just tell me where you home。所以正如大家看到的，西瓜就是我们这一趴游戏的灵魂所在，所以我们游戏的名字就叫做瓜皮上的秘密。我们的瓜皮上的秘密这个名字听起来和维密很像嘛，从新淼老师那里想到的灵感，比如说拍时尚大片，这都是他们俩很擅长的事情。通过我们作为一个观众的第一视角来成为他和观众的桥梁，我们的核心呢，模式的创新，互动的创新，看点的创新。因为从三亚回来以后，我想就是认真努力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会有三个环节，分别是觉得我有做到，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 Kido， 不是在平常那样吊儿郎当的懒散的一面。只夹在腿中间，夹住。露儿姐和高明每天没日没夜在帮我纠正我的站姿，帮我纠正我的台风，在专业上面真的给予我了很多很多的帮助。这一期我们下一站是我的核心呢，在我字上面，只讲重点，全是干货。好，我们这一次为快乐大本营带来的环节主题就是高考。欢迎大家来到初心班，我是班主任张雨薇，下面为大家介绍我们班有且仅有的两位非常优秀的同学，可爱到冒泡的管经理 ，Hello， 大家好。开心到发芽的李浩飞，谢谢大家。我们为快本设置了全新的环节小游戏，那些年的必答题，请听题。我有点害怕。下列情况属于力所引起的变化是 ：A. 放久了蛋变臭 ；B. 碰破了 ；C. 孵出小鸡 ；D. 煮熟了。请作答。那些年的快乐大高考印记，人体娃娃机，让大家公开以高考为主题的走秀，一些舞台化的处理，带有一些知识点的。所有的比赛有一个特点啊，第一组上台宣讲的，都特别紧张。我说的是评委特别紧张。从宣讲的层面来说，首先我觉得一个是很活跃，第二个你们很熟练，方案表达很流畅，而且这个主题也特别好。就是一个导演来说，也要打磨才能做得好一个方案，你们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做成这样子，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三个人的配合那么默契，那么流畅，就像融为了一体的三姐妹。现在能看到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进步，这是让我感到高兴，也恭喜你们的。在主持人的这个舞台上面，在观众看起来他确实是非常非常光鲜亮丽的，但是他幕后要付出特别特别多的努力。我们一起成长的岁月，我们应该在一起有过很多哭过笑过的日子。其实这个舞台是一个逐步来总结和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未来可以做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我希望你们都记住一点，因为作为主持人来说，能够参与到一个节目的策划，我觉得首先说到创新，就是会让人有惊喜的感觉，参与到环节的设计当中去，这样主持人可能是未来最优秀的主持人啊！我也祝福你们，谢谢。其实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能不能上这个舞台。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一共是10个人的团队，接下来的4位因为他们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要上传的方案传达上去。邮箱填错了？没有吧，我没有收到你们的邮件，我就认定你们是放弃了这次机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次的机会来说都会非常非常的重视，无数次的研讨，无数次的更改，他们是师徒四人，他们特别想去取得真经，今天就要拜托4位老师了，谢谢。其实湖南卫视是一个特别尊重创意、尊重人才、尊重年轻人的平台，我们怎么能够不给机会给他们呢？我们一定给，我们一定给。谢谢，谢谢老师。只要我们能上台，我们就一定要表现好，不能让涛哥失望，要让大家觉得涛哥为我们争取这个机会是非常值得的，我们是真的非常的优秀，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师傅，师兄，等一等。二师兄，快点，我们要到马栏山了。呆子，快点。下面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宣讲，青春的9981，我真是太期待了。新生班将分为3队，向台上的主持人和嘉宾们发起挑战。我想选李浩飞。好幸福啊！我来选男生，我选王荣林。于施主。我们用哼唱的手段唱出歌词的前半部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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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大家要用歌词唱出后半句。这是什么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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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一句。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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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俺老孙在行，俺老孙可会72变呢，72变呢。老雨，是，哎呦，好，整趴拿掉。师傅说的都对。你们觉得我们这样就结束了吗？并没有。以嘉宾为视角，让他们两个现在的这个年纪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境里面。比如说校园的话，是回到2000年马栏山非正规的一个快乐学院，就让他们去做学生，给他一个规定情境，毕业晚会。黄晓明老师通过我们给到的线索找出他的那个舞伴来，用我们新生班的人来当老师，我们作为老师我们可以主动去 cue 他们。我们的游戏设定与嘉宾的专业领域相适应，使嘉宾更能够融入。我们的新生班这次全员都要出现，
展现我们的团魂精神。这一次我们一个人都不可以缺席。哎呀，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太对了。哎，幸好让你们这组讲了，我觉得，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刚刚整个的这个宣讲过程，每个人都好适合这个角色。虽然说有些地方可能展现的有点小，但是我觉得至少你们思考的方向是对的。谢谢老师。整个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很流畅，就是我们能看到你们的热情。我很喜欢你们的表演，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如果你们能够在舞台上面这么自信的把自己这么好的优点展现出来，那你们在舞台上面会有更大的光芒。谢谢老师。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的四位评委老师斟酌一下，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游戏。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进步。我要旗开得胜，为你们的表述点赞。老孙来也。综合了刚刚现场大家投票的情况和我们四个老师一起商量的结果，今天这个标记化宣讲得分最高的我师哥冉高明，还有我师姐李璐儿，再加上一个 Kido 一合体，那真的天下无敌。第三组刘成林他们那一组表现能力强，也是很强的组合。名次和成绩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无论是因为我们的搭配还是因为我们的内容，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应该最有机会胜出。今天这个标记化宣讲得分最高的第三组。非常的出乎意料，根本没有想过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没有收到你们的邮件，我就认定你们是自己放弃了这次机会。这种错误真的是不能犯的。其实这两天我们的心情真的一直很复杂，因为我们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登台，但是我们不愿意，也始终没有放弃。加油！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去练习，我们想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就是今天的这种快乐和欢乐的这种感觉。恭喜，谢谢老师，不放弃，太棒了，好棒！感谢挫折，感谢共同努力的我们。这次的经历也让我们知道了，作为一个幕后的工作者有多么的辛苦。所以，我们作为主持人更要珍惜和尊重在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任何事情都要抱有敬畏心。师傅说的都对。欢迎大家登录微博嘿好样的，参与好样能量榜，为你喜欢的好样人气新主持增加能量哦。大家还可以通过芒果 TV 或者是美拍 APP 的活动专区来为我们加油打气。那次我有点失控，我开骂，从来没有跟外界公布过王嘉尔有一段时间。哇，黄子韬，艺兴也是 PK 一下。来，音乐停一下。李浩芬、张雨薇、管金铭，你们先上来一下。这个消息真的就是晴天霹雳，这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过。就我坐在这儿，我这么看他们。Hello， 大家好，我是 Kido 马思超，谢谢这段时间你们对我的支持。那么现在呢，就是给你们的
福利时间。看吗？大家好，我是任劲松，热爱自拍的人都在美拍，赶快上美拍来给我投票吧。投票方式，下载美拍视频社区，搜索嘿好样的，找到我们的投票专区即可参与投票，赶快行动吧，主持人新人王由你来决定。握紧双手做一个英雄，下一秒钟双手掉入了黑洞，越近时空，现实也许不轻松，让身体失了重，心里却有个声音挣扎，梦里梦的梦找起了痛，所有的 pressures, huh?